我想想小姐，我介紹李劍夫老師，佢學咗個零年，咁就咧就參加只美特嘅，咁啊會長話唔緊要啦，係嘛？咁啊攞出嚟啦，我叫王增嘉，我是主要画油画的，四年前五年了吧，我的眼睛不好了，是那个黄斑。后来我就已经四年跟我没有画，搞得非常好，能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以及咱们西方的这个绘画呢，都在这个多伦多啊那个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承和发展，这一点非常好。咁西方啊，唔紧要啦，如果唔系我教到佢而家好大都学咗几个，又我先生。今日我觉得好兴奋咧，即系嚟到大陆界嘅时候咧。出現了很多新的面孔，有新的作品，而且有很多這個新的作風，咁咧俾啲學生咧有機會展覽他哋的作品，從中咧佢哋咧就會學習到很多嘢。今年咧我係第三次參加呢個翻個《獨美春風》嘅畫展，咁我自己咧就覺得教學相長，大家一起學習。多谢各位。准备那个这些我的学生们呢，或者说包括各位老师学生们，给一次机会，让他们来展览。也希望这些学生们能够从中能得到一些。One edition I will hand deliver to Gilbert Mill, Christopher Hume. I will say nothing about artists.Let them choose. 1, 2, 3, 开始了，好。系啦 ，video， you will see it on the internet 噶，睇到噶喺 internet 呢个 OCC。No， want me the last time？ Yeah， I wish you the last time， 我叫咗都话未做噶啦。